Hello, hello, yeah. We are what? 上海火力。这个感受真的很难用言语形容，只能说 great。比赛非常的精彩啊！我也希望明年我也能在场上大放异彩。因为毕竟这个冠军是，两年之后重新获得的。那我觉得说，就是对于这个上海男排这个团队来说，还是非常重要。啊，主要就是过去学习人家的一些技术特点吧，然后还有一些战术风格。然后学习回来之后，还是能希望能在咱们上海队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吧。球网的对面都是敌人，哪来的小伙伴？当然赛场之下关系很好的，还是大家会在前面多聊聊。见到中国人倍感亲切，还是一块会吃个饭什么的。因为之前其他队里面。就像也是一起训练过，然后国青国跳的一些好朋友啊，在场下还是会打招呼，但是到场上的话，还是以武会友嘛，那种感觉。ENFP 是什么？快乐小狗哎，快乐秀姑哎，打球风格我感觉，其实性格其实也差不多吧，生活当中就是性格，打球也是性格，但最多是平时。可能也没什么地方会生气，但是如果打球没打好，那就是有点生气。INTJ，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。他们说是子老头，然后是平常话会很少。其实我觉得和场上打球的风格也差不多吧，好像专注在自己上面比较多。我不知道。给你现在十分钟做一个。不是。I 人是什么？内敛。E 人是开放是吧？你可以这么理解吧。外向一点的社交。来下一个问题，他现在开始做题。社牛的那个。不，我应该是 E 人吧。社牛。我不是社牛谈不上吧，起码我不。但也比较外向。对啊。那应该是 E 了。你有什么疑问吗？音乐，我喜欢带着我那普通的耳机听音乐，放一些比较嗨的歌，把自己的情绪调动起来。真胖啊！我也是喜欢在赛前听一些比较激情的歌吧，然后看一些高水平的那个一些短视频。真的吗？我没有。休息第一件事肯定是先回家陪家里，对吧？因为确实也是很久，就是我说实话，妈妈也很想我，对吧？那肯定是先回家，先每天都陪着妈吃饭啊，就是陪她去做点，就是很久没有相处了，然后很多小事都一起做了，就回归家庭这种感觉。但我没有那个家庭啊，但是然后现在回来了，就还是自己投入到训练当中，对。平时日常的也没什么，然后是我们那天去参加了那个美食嘉年华之后呢，感觉就是还是非常感谢光明食品嘛，就是让我们品尝到了这么多好吃的东西。我是放假然后回来了，因为自己身上有好多地方有疼痛或者伤病之类的，然后加强一些小力量的一些训练，然后呢。还有几天，像前两天出去看了一下医生，然后再鉴定一下那种运动康复学的，就是以后应该怎么练会让自己身体变得更好、更协调一些，为以后打球做准备。去外面玩的时候呢，正好受到了光明食品集团的邀请，然后去品尝了他们的很多的美食，然后也感受到了他们的美食氛围，非常的好吃。放假还是主要是回家里人，回家人什么？回家里陪家人，不好意思嘴瓢。回家里陪家人，然后去，毕竟已经去日本这么久了，半年多了，加上之前一些也没有时间回家，所以说这次放假主要还是回家陪家人吧。
啊，在三亚期间我也是跟前两位一样，就是非常荣幸收到了光明食品的邀请，然后呢在现场工作人员非常热情，食品也非常好吃，干净又卫生，只能说是香的一品，是回味无穷，回味无穷，真是顶呱呱。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然后感觉很好吃的推荐推荐吗？哦，每一样都很好吃，这很你特别是汉堡，特别是汉堡吗？对，那个牛肉汉堡，你这是想让我在高个里面啊拔大高个，真是。冰淇淋啊，对，说到冰淇淋，软软弱弱，冰淇淋没软的吗？我印象里好像奶香四溢是什么？我记得是一个大白兔包装的。哎呦我天，味道确实挺棒的，你像咬在棉花上一样。好吃的实在是太多了，真的，我都不知道光明底下怎么能有这么多好吃的。怎么介绍的？那天嘴巴就没有停过，没法说。从我走进那个我们嘉年华开始，从头吃到尾，下大雨了。头发乱不乱？你再稍微小一丢丢。我呢？不然太乱了。等我头发乱不乱？不乱不乱，没事，就叫这种刚练完的那种感觉。那就从比赛和客场跟小伙伴开始问。我中间可以剪掉，可以，我可以剪掉，或者不想剪掉，可以不剪。他，这可以。开了，开了啊！好，开始了吗？刚才那儿都开了。开始了吗 ？OK。